就是唱歌可以把口罩拿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1, 2, 3 OK， 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大家。他是小小，是，所以我叫大大。对，对，真的，我们辛苦你了。哎，不会，辛苦了，随便算就30啊，没有了。那么久。27、28年。27、28年。看见我们的老。你要唱什么？其实没有准备，我是今天临时经路过，想说绕进来。然后我们调整的同事就说可以帮忙，今天可以帮忙唱，说好啊好啊好，本来想只有我一个人唱，对，然后就来了，然后就说哦，我们好一起唱好了。然后其实今天也很高兴看到罗大哥，那个你很对，听说，因为你我刚听到老说，我妈妈都会，妈妈跳舞都跳得起呀，为什么会唱你唱的？声音不见了，拔起来擦掉，这样这样。还是你要唱这首这个？可以唱吗？其实，我们然后需要做一种，唱什么？我说我们在唱我们的一些经典歌曲啊，这样，唱《相爱》啊，唱，没有分，没有唱分手，唱《给阿娃》，唱《最爱》，唱《相恋》，相恋。相爱好吧，好啊，你有听到我的歌吗？好，开始了。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？他一直断断续续，这样很危险。没有。鉴于那个铁道村那个很临时的状况，但是可以看到技术人员的辛苦，对，他们都是幕后的功臣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掌声。先麦，好，换先麦，对，好，调一下 ，OK 了，可以了吗？有声音了，导航，好，好，第一首，最爱，好，还是第一首相恋，好，相恋，好，这首歌呢，一个人唱的时候叫做恋，然后两个人唱的时候就叫做相恋，但是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把歌词完整的唱出来，因为你知道，听说真的几乎90%以上的人过一过六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唱错了也没有人知道，其实 OK， 好来，他其实是一个歌手，叫做曾庆，没听过吧？年轻人没听过吧？没听过，对不对？那小虫听过没？没听过吧？没听过吧？嘿，小虫听过。没有啊，那个罗大哥听过了，他自己在用。然后，表示我们年纪相仿。然后这首歌是曾庆演唱。
我如果唱不上去就好唱。我其实前两个月才刚确诊，然后出关之后，我的后遗症就是一直气喘。对，那我原来就有气喘的这个症状，但是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是确诊之后就一直喘，一直喘，喘了两个礼拜，将近半个多月。对啊。看医生什么的，然
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唱歌有气无力的，确诊之后很就、那个、这是第对第 第一次确诊之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唱歌，对，然后会反正觉得好像没什么力量。他在确诊，我也已经确诊，对，然后我在帮我半个月闻不到味道，然后做失去听觉大概两个月。好，所以呢？然后呢？后来好了，有点恢复了，就很高兴。然后今天，反正就很高兴，就一起唱。好，所以大家还是要保重身体。他有点高。可是我觉得要做高一点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不要下来啊！你为我你帮我服务好了。好，我帮你。好。好啊。啊，不要了。我唱那个比较快一点的，不然的话我一直唱，呼那个吸不到空气的感觉。好，唱快一点的歌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来唱一首那个很旺旺的歌，这首就是陈淑桦的。稍微讨论一下。对，因为香姐姐有带妈妈来。
其实我们还蛮，我们在铁花，我们其实应该会一年唱一次尖尖班。对，我们大概一年唱一场。对，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尖尖。一个小小，一个小，一个大。对。所以，对啦，我们大概真的差不多平均一年唱一次，然后就会唱一些。我讲监视情歌，就是有一些歌曲，就是也许大家对音符，对尖尖的尖，我是音，对，我是音符，音唱的。然后我们会唱一些我们喜欢的那个 style， 然后我们也会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。这首歌我们现在要唱的是《给敖》，那。大家也许常听过男生版的，听过女生版的，来听一次夫妻版的。他假如忘词，就大家就忍耐。对，请不要太在意。One, two. 那我要唱什么？你拿不了。OK。
的相片，看较早结婚的时阵，我才会到。穿好穿歹，无计较。怪东怪西，嘛袂晓。你的心，我会永远记牢牢。我刚刚有点不好意思上台，感觉会破坏这里。